我来喽，又入手新文具了。晨光家的三种不同粗细的细笔画，中性笔和 Miboki 本子。硅胶笔握摸起来手感好好呀。Miboki 的速滑纸写起来好丝滑，细笔画有三种细度 0.2 0.28 0.38， 可以在课本上勾画重点做标注，都好方便。像我这种小字党的写手账，这个细度也很方便，三种细度也可以很好的给笔记分区，这么细的笔尖也不卡纸，真有你的。三种不同型号的笔尖细度，对于不喜欢用很多颜色做笔记的宝子来说，能够通过不同粗细划分笔记。 0.38 贴近平常书写尺寸，可以作为正常的书写。 0.28 适中笔画，可以写标题，可以很好的和正文区分开来，同时也不会显得很突兀，真的很 nice。0.2 笔画细，不容易晕染，可以做批注，不管是什么书写场景都可以找到合适的文具。晨光这一点真的很牛，是我心里当之无愧的国货之光。